再多吃点干果，上了火我就有机会啦。哎，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魔王呢？哎呦，好疼！草本仔，刚才妖精石变成了两个。波灵灵眼花了吧？不可能！波灵灵，妖精石飞走了。啊，等等我！孩子最近老是有痰，彭院长您给看看。看来是上火了。孩子最近吃什么了？哎，他就爱吃花生、瓜子一类的干果，吃起来没完。魔王在利用晨晨吸收黑暗能量呢。波灵灵，我们去找李时珍爷爷。来，跳，跳。波灵灵，百草仙境。李时珍爷爷，等等我啦，草本仔。哎呀，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我的核桃都散了。魔王又在搞破坏，您快想想办法。干果吃多了，上火有痰，要对付魔王，还差一味茯苓精华。茯苓有什么作用啊？茯苓是真菌茯苓的干燥菌核，一般生长在松树根上，具有一定的祛痰止咳的作用，其制成的茯苓膏很好吃。太酷了，我们这就去找。去吧，本草纲目会指引你们找到它的。又想多管闲事。要想个办法。有了，金师伯。有。哎呀哎呀哎呀，疼死我了。还有心情吃，快去阻止他们。大王，我申请工伤。别废话，这次你要给我动脑子，不但要阻止他们拿到精华，还要把药精石弄到手，一劳永逸。失败了你也给我去扫厕所去。大王放心，我已经有了个绝妙的计划。哎呀，这次绝不能失败，我要用最凶险的陷阱抓住草本仔他们，拿到药精石。首先是喷火榴莲，然后是无敌捕兽草，接下来是套索藤蔓腰。哎，为了别弄错，做个记号先。这些陷阱足够抓住草本仔他们了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有一个更厉害的陷阱等着他们呢。开始行动吧。好吃，我再吃干果了。你好啊。你是谁啊？我只是个路人甲。你这么喜欢吃干果，可惜却没有吃过最好吃的。不可能，我知道在森林的另一边有一种超好吃的花生，叫做火火花生。你要不要？我这就去看看。拜拜了您嘞。哎呀，眼镜还在，虽然没眼镜看不清，但伪装的简直是完美。看，茯苓仔在那儿。茯苓苓，茯苓仔，我们想借用你的茯苓精华，可以吗？我正好不舒服，恐怕没办法帮忙了，除非你们能帮我弄到解药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我们在这边呢。看来他病得不轻。听说治我的病需要弹簧树的果实，你们能带我过去吗？你在这里等着就好了，我们自己去。不，
果实要吃新鲜的才可以。好吧，波灵灵出发。等我把你们引入陷阱，就可以拿到药晶石了。波灵灵是弹簧树，我们去采果实吧。糟糕，看不清楚啊。要怎么才能把他们引入陷阱呢？嗯，对了，陷阱旁我做了记号，只要找到记号再引他们上钩就好了。没有，没有，他在干什么呢？还不是知道啊，是这个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好疼，哎呀，好疼，好疼，好疼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里怎么会有陷阱？一定是有人想阻止我康复。可能是禁食魔。波灵灵，我们要小心。我们去帮你拿解药，你等着。谢谢。虽然这几个陷阱失败了，但还有个最厉害的等着你们呢。我要快点帮福灵仔拿到解药，小心点啊！我就知道啊！哎呦，你谁呀？啊，福灵仔，你病还没好，怎么乱跑？你快跟我回去吧！干嘛呀？你马上就能拿到解药了。刚才怎么有个人和我长得一样？什么？糟糕，穿帮了！怎么了？有两个福灵。不好！你们都上当了！啊，是路人甲。不，他是禁食魔。现在我只要念十遍咒语，你们就会被传送给魔王大人，这样连人带药晶石都是大王的了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隐身，药晶石让我变强，冲出去！好。不，药晶石又变成两个了。别闹了，快点！太酷了，药晶石升级了。百草精华，为我所用。波灵灵，草本精灵出击！啊，那是火火花生，让你尝尝最容易上火的火火花生。什么情况？你嗓子里面怎么有痰？好机会，看拳！我不想去扫厕所。波灵灵，原来升级后药晶石能让我分身。帅呆了，酷毙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看来吃太多干果可不好，以后我要多注意。酷，没错。对了，福灵仔，我们想借用你的福灵精华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好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伍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灵灵，天人合一。快成功了！大王，小心！大王，再给个机会吧。你去跟马桶说去吧。终于有人来陪我了。一点也不高兴。孩子没事了，晨晨，干果虽然好吃，但吃多了会上火，嗓子又会很难受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您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成功了。
敏敏，认真一点。妈妈，我累了，我想玩一会儿。不行，下周就要舞蹈比赛了，上次拿了第二，这次一定要拿第一。好吧。嘿嘿，再多给孩子一些压力吧，他生了病，我就能吸收黑暗能量。药晶石升级后威力更强了。嗯，看魔王还敢再出来捣乱。波玲玲，我收回我的话。等等我。彭院长，我家敏敏上舞蹈课的时候突然昏倒了，这是怎么了？孩子有些贫血，但问题不大，可能是压力太大导致的。魔王又在吸收黑暗能量，我们去家里实施一夜吧。嗯，哎，跳，哎，波灵灵，百草仙境。嗯，李时珍爷爷，哎，没在家吗？爷爷，快醒醒！我昨天整夜都在忙着配舞。才躺下，你们就来捣乱。爷爷，你要劳逸结合，注意休息哦。嗯，有道理。爷爷，魔王又在搞破坏，你快点帮帮忙。是压力太大引起的贫血吗？看来对付魔王还需要一味红枣精华。红枣精华？对。哎，红枣树是一种落叶小乔木，生长在丘陵或平原，具有一定的滋阴补阳、补血养气的功能。我经常会煎蜂蜜枣糕喝，十分美味。要去哪里才能找到它呢？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找到它的。哼，又想妨碍我吗？禁止魔！不是被您罚去扫厕所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是谁？热热妖知道大王思念人家，所以特来服侍大王。热热妖，你太自作多情了，以后不许捉弄我。大王好可怕，吓坏人家。别哭别哭，我错了。干嘛？赔偿精神损失费。好吧，还敢激动我、大王息怒，您的烦恼惹惹妖替您解决。很好、这枚可以控制敌人身体状态的手镯给你，去阻止曹文仔他们得到红枣精华。请您放心。哎，嗨，红枣仔，我们想来借你的红枣精华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呀。哎，啊，要怎么做呢？那就是红枣仔吧。哼，我要阻止他们。哎呦，吓死人家了！你是谁？哎呦喂，人家头好晕呐、你不要紧吧？可能贫血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你治疗。野兽，我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我们也过去看看。不好！哎哎，你是谁？哎呦，别那么凶嘛，人家是魔王大人最宠爱的软软呀。哼，又是魔王的手下。快让红枣仔恢复原状。想得美。那就打败你，再救红枣仔。百草金黄为我所用。跳，波灵灵，草本精灵出击。奇怪，升级以后不是应该有分身吗？不管了、波灵灵怎么回事？飞不起来了。我了，喂，你还打不打了？当然，当然要打。哎，好疼！
不了，人家没时间陪你玩。拜拜。站住！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会不会是我没有控制好药晶石？柏林冰，都怪我还没法控制新的能力。那我们赶紧开始特训，再去打败软软妖，让红枣仔复原。好。哼，想打败人家没门。不过药晶石确实麻烦，先观察观察。草本仔，你需要锻炼，加强力量、速度和耐力。首先，力量训练，举100下西瓜杠铃，然后是速度训练，1分钟200下跳绳，最后是耐力训练，500次折返跑。重量不够，要继续加。我支持不住了。快点，再快点，快点！5097，5098，5099，1000。让我歇会儿。哎呀，好疼啊！不成，还差1000次。柏丽丽，我真是累了。都是因为你才让红枣仔出事的，你还偷懒。又怪我，你也有错不是吗？是你的错，你还偷懒。谁偷懒了？哼，不特训了，我要找软软妖算账。随便你。抢药晶石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哼，草本仔这家伙。或许是我太着急了，可是哎呀，烦死了。帅哥，心情不好吗？人家陪陪你好不？不用，软软腰。小子，把药晶石交出来。面生真讨厌，一会儿也不让我休息。可是我担心他有危险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还是回去看看吧。哎，草本仔这个家伙关键时刻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你抓我干嘛？你这个家伙跑哪儿去了？要你滚。是软软妖。草本仔，你拿上药晶石，带着红枣仔去找李时珍爷爷，我来挡住他。为什么？哎呦，我帅气的脚。衍生，你为了救我，快走。不，快用药晶石让我变强，我要打败软软妖。可是你，是的，我们不是特训过了吗？嗯，好，百草金黄，为我所用。跳！柏林冰，草本精灵出击！力量特训起作用了。小儿科，嘿。人呢？追上了丢出去的石头，速度好快！怎么又没力量了？看来特训根本没用。嘿嘿，你上当了！两个，哪个是真的？谢你们，不客气，都是衍生特训的功劳。草本仔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给你那么大的压力。嘿嘿，没关系，我们快点完成配舞吧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舞。药石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柏林冰，天元合一。这回是成功了，大王，人家有事跟你。大王，您安心的去吧。哭什么哭？我还活着。那我不白哭了，赔偿。我晕。以后不要给孩子太大压力，要劳逸结合，避免孩子心理和生理出现问题。我知道了，敏敏，是妈妈错了。妈妈，没关系，我最爱你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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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